备清香，四个之余分享敬拜。在馆长苏迪芬的主持下，台南镇民雄里将要有一个小区公园了。这由当地五金处福德宫免费提供土地，和馆府来兴建的公园，一定用一百天的工作天就会当来完成。大家要赶啦吼，啊，大家当然是希望可以当赶年底以前吼，啊，就当动工吼，啊，这当然是上佳好。啊，一个好的消息，伫我下任以前吼，咱的民雄里的人吼，会当来清楚了解讲，啊，咱这的需求吼，啊，伫咱这七块空地啊，啊，当然是安尼，咱土地公庙吼，啊，咱的主吼主事者嘛安尼真配合，因为若无提供七块土地吼，政府嘛无在了，伫公地吼，伫这吼提供这吼变作是一个公地，会当有大家做公共设施来使用吼。民雄里是台南镇的一大里，不过当地来说，一直拢无一个大型的休闲空间，现在伫福德宫的无偿提供哦，特别有一个真好的公园啊咯。本身也是福德宫主委的民雄里长吴金忠表示，虽然这块地真有价值，不过会当予大家来使用是更加有价值咯。即马大家拢注重这个日常起居的一个生活品质啦、运动啦，吼、哦、种种，吼、哦、啊社区的囡仔也太侪，吼、哦、真侪，啊所以讲为着顾虑着讲咱这个附近这民众的一个生活品质，啊所以讲代表大会。所以讲，代表大会就是讲啊，同意讲吼，要提出来，吼咱这附近的居民来使用啊。这个工程主要内容有老人活动设施、囡仔佚佗器材以及青少年运动的篮球场等等，嘛希望兴建后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。啊，这足需要这篮球场，伊这篮球场咱中央是无补助的，是县政府咱管理特别。把它分入以上提来做这篮球场。这一家在每年三月完工的社区公园，政府也希望完工后会当强化社区开放空间使用的机能，提供里面一个休闲的场所，也让居民对生活美学有进一步的提升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